我要如何把它变成浮在上面啊？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哦，这边如果说预设是 register view 哦，它不会浮在上面，也不会圆角。如果你要变成浮在上面加圆角的话，你可以加上一个什么，在这个属性叫什么 data insert 哈、哦、，insert 这个属性哈、哦，你把它改为什么？下拉一下改成 true， 改成 true 之后哦，预览一下，其实就效果就出来了。有没有发现？哎，就变成什么圆角，而且浮在上面，有没有？啊，另外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，换个颜色，背景颜色的，那你这边可以改一下颜色了。我们前面讲过嘛 ，A 到 E 而已啊，哈、哦。啊，布景主题呢，哈、哦，目前预设的只有五个了啊。如果说你要更改成其他样式，我想将来有时间再讲哈。所、哦、以你要改成其他颜色，比如说改成红，黄色会比较明显嘛，不要改成 E 有没有？你会发现这个时候，哎，它的清单会变黄色的。好，那这个你就自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好了，我看一下，黑、蓝、银、灰、黄，这个灰色感觉好像有设定跟没设定差不了多少。好，蓝色的话应该会比较轻，不过蓝色的感觉太强烈了，然后这感觉会太过显眼了，所以哈、哦，看看这个地方，我看就是用 C 好了，我看 C 大概就是银色哈、哦，黑、蓝、银色。好，音色大概就这一次，这样子 ，OK。好，那这布景主题要不要改，自己看各位了哈。不过最后还有一个效果是什么效果？就是说，哎，如果今天希望哦，上面多一个标题的话，哦，当然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，会不会有人就是在。